吊牌怎么还这么修车？哎，哥们儿，别我拿纸给你换，谢谢啊。哎，得了，包纸。哎，这不是纸吗？我上厕所，我憋不住了，我拿着夹馍给你换啊。不是，我也不饿呀。哎，我的妈，有肉夹馍，我三天没吃饭了，我拿我弟的碗给你换了。哎，我有肉夹馍了。这碗能干啥？谁要我？这不是我故意的，故意的。今天解决不了，你快点走人吧。哎，我用我的限量版项链给你换。哎，让你买的项链都没买。哎，那项链真的限量款，我买不着啊。分手吧，你根本就是不爱我。哎，兄弟。你把这项链给我，我拿我车给你换。哎，宝贝儿，我投资2亿的电影今天开拍，你怎么少准备一辆道具车？哎，兄弟，我这种车听我的。哎，真是好人啊，兄弟，便宜上我私人别墅送给你，这是放行证。老婆，咱们有别墅了。哎，哎，你说了没有？他说我月经的病跑出来了，你看你包纸，擦擦眼泪。哎，等等。哎，这不是纸吗？我上厕所，我憋不住了，我拿浴霸毛给你换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哎呀，打人了！哎呀，没有5000块钱，我起不来啊。